Roll。哎，三之一 take one 啊。五四三二。这里就是我的工作室，你看这个，这是大钢钉，平常可以钉木头用。然后你看，这里有黑螺丝跟银螺丝，这种是木工螺丝，这个是一般螺丝。这个螺丝可以拿来锁木头，因为它比较不会裂，这种不行，它会裂开。那你看像这个，这个是我平常在做木工的时候，我们会拿这个去切。啊，你要切水果也是可以啦。对，那这个是坯尺，这个你应该有看过，就是我们会去量木头的尺寸，然后看，比如说我们是做宫庙或者是做那个建筑，我们就会用上面的什么大吉大利的那种数字去对应。然后这个是水平尺，就是。可以 balance， 可以水平，对。然后给你看一个比较特别的东西，嗯，你是不是？